哎，太勤劳了不好，昨天晚上没睡，睡觉前把衣服给手搓了，结果早上就下雨了。行吧，老天爷给洗吧。趁着下雨刷刷这个毯子，闲着也闲着。吃饭，鸡爪，大太阳啊！这个早上脚尖刷了，要快干了。鸡爪开会，都是鸡，中间是牛肉，这是野菊鸡，不辣。哎，马哥坐那晃一下子，应该那个是往死辣。这个是辣椒，辣的我们吃。这是我干煎一碗辣椒。这广东人是吃不了辣的，一点点。感觉这个各有各的味儿，这个麻辣，这个是那个鸡肉味儿。原汁原味。好吃。吃的吗？泡泡糖。啥？放炮了车。喝吧，喝特别不好，特朗普还喝。油香进水就会炸。那是咖喱鸡脚。刚给你们做的咖喱鸡脚。咖喱鸡脚。他们不喜欢吃咖喱。你本不是有黄咖喱吗？你哪来的黄咖喱？不料应该的。我的。姜黄。这尼泊尔人刚开始也是不吃鸡脚，纯粹让中国人给买的，涨了价了。以前那个中国人他们来了，25泥币一公斤。买这个东西喂狗。25泥币一公斤喂狗，人都。那是老高，我们天天吃这玩意儿，疫情的时候。喂狗就一盘一盘煮熟喂。我们那多少钱？你知道泡鸡脚多少钱一斤？啊，48，一市斤。这边是生的也得十几块钱一斤，18-9。不是，我就是去买生的，去冻的，三十，都快三十了。在国内，三十。这边刚开始是25一公斤泥币，多少钱？泥币就是。说白了就是跟你要了点电费，一块多啊，一公斤。我去买熟的，熟的才25，生的就要30，熟的就25。那时候老高，熟的那时候老高不也是提了一袋子去喂狗去？熟的有，像这个熟的有水分呢。那时候那个小公园的狗跟老高都好，老高天天一袋子一袋子喂他们。就是个鸡骨，就这玩意儿。鸡骨啊，便宜嘛。以前他们中国人喂的生的，老高还给做好了喂。这个肝儿甜的。肝好吃。肝。鸡肝。果汁。还有冰碴子。番石榴汁。好吧。还要些？不要了，没有了。还要些？没有了。冻的。硬邦邦。凉了就爆了。我这番石榴，我感觉这个直接吃比这个做果汁好吃。冻的。你看爷爷啥那个番石榴多好吃。在这肚里面像着火了，就想吃凉的。那是鸡毛。哪有鸡毛？葱上了。这么辣。这么辣。又不辣。辣了好吃吗？做饭，我要干个辣皮的做法。辣皮的。好料。叫辣皮做。这么多。我们才吃了那么一点点。我们连骨头吃了，少你。连骨头吃。骨头也能吃的呀。看一下多少。真没少吃。他们两个真没少吃。这夹肉这个盘子得三盘子。吃完饭了，泡一杯白茶。这个茶口感好。烧鸡跟老高都出去了，嘿嘿，把孩子丢给康空了。
行，果然醒了吧？叫他起来，他又不起来。你让他睡会儿吧，让他闹，没事。你越跟他说话，他就越闹。啊，别理他，你就坐窗边看着他就行了。高兴，蜜蜂。这是还没睡醒，在闹呢。烧鸡他回来了，他听到烧鸡的声音，他就醒了。烧鸡出去了，回来了。啊，刚刚走。啊。他听到声音了。等一下。不许关门。等一下。可乐喝不喝？嗯，等一下，喝一点。No。妈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。等一下再哭，等一下再哭，等一下，先喝点水再哭。等一下，啊，喝下去再哭，啊，好。长工已经无语了。那还要喝，还是要喝，扔了。这么大脾气，不要。大声叫。来。岁数的有耐心，会哄。胖姐，就去外面玩了。这家伙拖俩孩子。摩托质量真好。哎，那还都是泥呢，那边。早上这场雨下的。想买东西呗。想买东西，那想买东西。家里有米。家里有。上面有。